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豫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，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选择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"豫剧二三”，"豫剧二三"，因为豫剧是拼音豫剧，然后二三，点击搜索，点击河南豫剧名段，然后点击关注。关注完之后，底部有一个豫剧名段，然后点击进来。这里面都是各类的豫剧名段，都是免费观看的哦，赶紧进来关注吧。